那开始了是真的吗？而且你还用神送的 S 八还是 Note 吧？蛮高级高阶的手机。真的吗？我应该不会吵到大家吧？竹篱上停留着蜻蜓，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，青春嫩绿得很鲜明，百叶窗折射的光影，像有着心事的一张表情，而你低头摘星，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，青苔如镜，檐下风铃摇晃，曾经回忆是行行无踪，渐渐的风景，爱始终年轻，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，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，想起也可以很安静，我付出一句狠下心，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，于是我的世界被敲醒，就怕情绪红了眼睛，不舍得泪在彼此的这一趟就这一趟就不用钱了，不用钱，哎，你直接把它唱完就好了。好，哇，我今天上了一个很特别的计程车，谢谢。唱不好你勾勾。爱在过期，缘分不停，谁在担心？窗台上滴落的雨。靠着伤心，凄美而动听，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，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，热烈的时刻最任性，不顾一切的100分，100分哦，比歌手唱得好，真的吗？谢谢你，谢谢。这样有是线上直播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吗？